首先做静态测试，我们的区域作业安全带能够轻松吊起六个成年人，安全带完全不变形撕裂，可见我们拉力是达标的。接下来做动态测试，防坠落型安全带动态测试，将安全带吊起至极限高度，此时落差5米左右，模特100公斤下落过场，缓冲包打开，释放冲击力小于600公斤，首先找到后背地挺环，然后找到双肩即可穿戴，将腰带、腿环、胸口依次穿戴连接，支带可根据自身体型收缩。